是否能到聚散？城市天空干净的连芝麻都不知去向。拥有这种享受软弱的能力呀 我愿陪你情绪解放，哦，当每一个天亮，一次又一次花开自身阳光。2017年的时候我们写的歌，然后去年我们在乐队的夏天又把它拿出来演唱给大家听。然后其实我觉得蛮妙的，就是我有一个坏习惯，就是我写一首歌，我当发行的那天晚上或者是我完成的那天晚上，我就会一直单曲循环循环个100遍以上。然后我大概过了3个月以后，就觉得这个歌怎么那么难听？还没有，超好听。嗯，这是我的习惯。然后其实，所以我们到巡演以后发现，哇，大家都那么喜欢这首歌，让我觉得还蛮荣幸的。然后一直到去年我们月下的时候又唱了这首歌，然后那时候这首歌对我来讲又有一个不同的意义，就是。他好像是从2017年的那个我，然后他在跟2020年的我在讲，告诉我一些事情，所以我觉得后来发现这件事还蛮美的，就是身为创作者，这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。感动，
有另外一件让我感到幸运的事是，有一阵子我很喜欢创作关于相遇的故事，应该是我们第三次和这个长沙的朋友们见面。我觉得相遇的，就是一开始相遇的那种状态，就是你还不是很认识一个人事物，但你会觉得哎，好像有点距离感，但是那个距离很美。你会觉得你知道那个时候要发生一些事情，然后他是来告诉你一些事的天使。下一首歌是